六号是。即係中環落雨就尖沙咀會落雨。即係我尖沙咀我沿一住在呢度咯。我即係可能車先唔車嘅，揀呢個地方落雨咧，嗰邊落雨你咪要。所以最近我瞓翻隔離實咧，三邊房咧好似。上世纪五十年代，成都与香港共同经历快速发展的黄金时代。经验广的出身是前辈，及时的应变，因此希望更有可能研发。我多多试过嗰啲零食房，真系太多啊！我前后的会议分案特别是 HTC 独立派对，向市民及游客一同重回八十年代。回望成发过去45年所获得重要成绩，亦回顾昔日发展中的香港。尖沙咀如果冇乜人，你就多啲。海洋公园、岳阳门医院、广义医院。阿弥陀佛，中巴士巴士站是香港海隧道巴士转乘站，海洋公园，葛亮红医院，少林医院。前方比红尘人民的黑门。倒水，我哋倒水。Thank you.
讯巴士。我负责的，就是一个资讯巴士。Thank you.
部分位置设以蓝灯作为重点。香港西隧道于1979年地方本会准备分别于1982年、1983年三月左右。随住香港西隧道嘅建成，蓝灯居民可为自己更加方便，往返东区只需20分钟。Under Dean Turner, construction started in 1990 and lasted through March, 1982 and March, 1983 respectively. With the completion of the Under Dean Turner, it became more convenient for the residents in the southern district to travel to our home city. It only takes 20 minutes to travel to our home central district.南极将北京新闻台最大进驻联系，城巴以南系统间 ，Net One 26新闻台23路线地理南区作为重点。新闻台最大于1979年动工，两条管道分别于1983年三月及1983年三月启用。随着新闻台最大的建成，南区居民以南市区更加方便。往返分区只需20分钟。
中村是属于桃园交通部门第二套公营房屋计划，暂时政府同意兴旺等所有住户都可以欣赏到优美的海景，所以在设计的时候都有留意中村。在80年代的时候，呢度的景色可以话是贯绝全港。除了可以望到游艇上集的风光，都可以沿着中国沿海下同埋海洋公园沿岸通车的路轨，到夜晚的时候仲可以见到香港仔江仔口思想闪闪发光的美貌。而中村对于城巴的发展指示都非常之重要，在城巴市呢都会试着去新旅程的时候，第一站亦都是一个重点的转站，可以在这里提供大量空调巴士服务，用以优化乘车体验，可以说是今年业界的先驱。地公村是属于嘉里珠岛上第二个公营房屋计划。当时的政府特意希望让所有住户都能欣赏到优美的海景，所以在设计的时候都有下功夫。在80年代的时候，这里的景色可以说是全港之冠，除了可以眺望游艇聚集的深湾，亦能远眺中国辽海峡和海洋公园越矿飞车过山车的路轨。在晚上的时候，还可以看到香港载珍宝海鲜坊闪闪发光的美貌。地公村在城巴的发展中亦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在城巴 Network 26新里程的时候，这里都是一个重点的总站，我们更在这提供大量空调巴士服务，用以优化乘车体验，可以说是近年业界的先驱。Thank you.
買住架車落嚟，做咩擺喺度？
用喎，梗係啦。所以想個賣環啲仲要搞事，睇下嗱，問啲之前嗰啲員工過嚟學下幾高架車，跟住又要整幾高個月台，問下唔想整咯喎。之前同你一起做的嘛，記得啊，記得好咯。咦，我同你做咁耐，麻麻辣辣做咁耐，嘅阿大阿個肥阿哥大佬都過嚟探下妹啦，睇過話。咦，嗰陣佢話去撚做酒吧做喎，跟住話好搞笑，跟住話屌你又唔叫我去，跟住佢記得啊。記得的做廚房的嘛，或者做廚房的嘛，記得我記得我記得我怎麼不記得，我知道誰啦，我怎麼會不記得他。好了現在回來了，好了，喂，巴士咪？巴士嘛？邊度前面？我嚟做到。應該上車啦嘛？個電梯上。咦，走咗喎！就是呢度唔係冇呢啲車站，我確信係好似見到呢啲車即上，因為我成日坐噶嘛，好似兜鬼。哇！上咗車，上車啦，傻仔！兄弟，你個死仔！喂，後邊落雨啊！屌，有啲字啊，上咗車。幾個？
由苏格兰外科医生孟松创立，佢认为饮牛奶对身体有益，亦都向华人推广，所以佢当时斥资30,000元去博湖林建立牧场，并从英国引入80隻乳牛，仲聘请专家护理，解决英国乳牛嘅饲养问题。牧场喺1980年代已经结束，部分地方被改建为儿童公园，不如湾湖郊村。而家牧场唯一放落博湖林对两头，就是湖花园一带。前牛奶公司博湖林办事处就被院内牛院改建做牧场，以前都缺失原宿舍已经被腐化，成为展览馆，定期举办导赏团做公众教育。The dairy farm ranch was founded in 1886 by a Scottish surgeon, Patrick Mack. He believed that milk is good for health and it was worth to promote a child. So he spent $20,000 on the time of his selection ranch and three young men who purchased it in the UK. Meanwhile, the Harvards used to take in care of British dairy cows.牛奶公司牧场在1896年由苏格兰外科医生孟松创立，他认为喝牛奶对身体有益，值得向华人推广。所以他当时农历八月15，即中秋节前夕，农历八月十五，举行烟火，这项习俗逐渐成为
电话。喂，号码有号码牌喎，有号码牌咁样嚟，有号彩号喎，有彩号，唔知有彩号都唔识跟噶。唉，彩号都唔识跟咪啦，请你咯。啊，真係唔係，咁我知阿芳姐同埋你啦，同埋阿國啊嘛。算啦，肥仔。陳居咯，我要改好二花園嗰度。呢間之前咧，呢度咧係咧係一個空地嚟嘅，跟住佢咩啫嘛，拆咗出嚟，起咗呢個啫嘛。本來係停車場，日打，一日睇到咧，有時咧嘈架或者話咗租車，車租咧係咁屌嘅，而家。咁你走咁鬼鬼啊！屌你啊！條未清早，邊個唔飲少啊？我哋有時打架，咁醉酒飲醉酒咧，打架都見過。嗰時我好慘。Thank you.
展服務行列。當線乘坐車程接近大概三小時。
跟着。希望可以一路向後嘅日子伴到你哋。
thank you all for accompanying the city bus. As we look back on the journey of city bus during this H1C route, we hope to continue with our shooting version of this challenge and pushing new boundaries in the days to come. We are about to arrive at the final stop. Thank you for choosing city bus. And we hope you can really see you more in the future.感谢各位一直陪伴乘搭，在浙机场 HC 上面，我们回顾了很多乘搭的一点一滴。我们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不断刷新旧友对于乘搭的印象，挑战自己，突破极限。我们即将到达终点站，谢谢雪人乘搭，希望和你一直在往后的日子见到你。差不多的。